我国的新德里为着要丰富里面的生活，常常开办真多有特色的活动，参像是最近办的茶会，就真受到女性朋友的欢迎。我国新德里常常举办不同类型的活动，丰富里面的生活。最近里长陈世芬又去特别办茶会课程，吸引女性朋友报名参加。一般来说我们的课程都是手工皂跟艺术营，但是后来就也有李明在反映说，哎，是不是可以办个插花，然后家里也都用得到，而且感觉会很棒。我说，所以我就跟我们德英国小的家长会长宝仪会长来联络，因为宝仪会长他自己本身也是插花老师，所以我就请他来这边来帮我们做教学的动作。那会长他也有就是很耐心的教我们，所以我就觉得说，哦，原来插花其实这么好玩。然后而且看完了成品，一开始会觉得，哎，这就是会不会插得不好看啊之类的，就是会觉得有点没自信。可是插完之后就觉得，哇，就是经过了会长的指导之后，就觉得，哎，看到自己的成品就觉得很开心。这次参加活动的里面，每一个人负担材料费用就会使。老师的部分是你就请朋友陈宝仪来教大家。需要费用，所有的花材就由同学来支付，因为个人的花材要个人支付。那师资的部分我自己来，我来筹。其实哈，我是觉得带着愉快的心情来。大家插了会有成就感，他们就会越来越喜欢花艺这个部分。现在的有真济特色活动，和每一位住伫咧遮的里面，拢感觉真幸福。记者本根凯在华五股采访报道。